那我们听过 Human Genome Project (HGP)、Human Genome Project (Human 是人类 ，Project 是什么计划或什么专案？那么 Genome 是什么东西 ？Genome 的话就是基因这个字字尾变化而来的，是英文在十几二十年前创出来的一个新字获取来。那它是来自 gene 这个字 ，gene 是 G-E-N-E， 就是基因的意思。然后它把它字尾变化变 genome，G-E-N-O-M-E。那后面那个 M-E 的话，不要发 genome 啊，不是这样子发音的。它其实我们刚刚讲 gene， 啊，这个字是基因，我觉得这个字蛮好的。我说我们翻译蛮好，因为基因感觉上是意义又意义啊。那它把它字尾变化就是基因，变成这样子。变成这样，我们发音是叫 genome 啊，那形容词是 genomic， 那如果只是名词是 genome， 后面不要念 genomic 这样的话，好，所以 genome， 那 genome 是什么 ？genome 就是基因体，也就是生物体内所有基因的总和。那人类基因体计划结束了，那我们一开始的话就我们说哇，我们人有十万基因，结果后来发现没有，五万、三万、两万，现在大概就是两三万之间啊。那有时候我们讲两万五千个或两万两千个，反正其实就是大概两三万中间就是了。